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您乘坐动车组列车。您上车后，请按车票座位号对号入座。如果您因时间仓促没来得及购买车票，请找列车长办理补票手续。随身物品请放置在行李架上。 不要放在小桌板上，较大物品请放置在车厢一端的大件行李处或最后一排座位后面，并注意妥善保管。列车上禁止携带危险品。涿州东上车旅客请把车票请和列车工作人员联系，以便妥善处理。本次列车全程禁止吸烟，请勿在车厢内、通过台、厕所等各个部位吸烟。 如果您在列车的任意部位吸烟，都会引起列车烟雾报警器报警，导致紧急停车，危及行车安全。根据《铁路安全管理条例》规定，对违者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。列车前方到站，保定东站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aboard the multiple unit. Please do not lean against the door and take care of your children. The train is smoke-free. Please do not smoke at any position of the carriage. Thanks for your cooperation. The next stop is 保定东 station.